哦，真的是 B 耶、欸！没有，没有，那没有的。哦，什么？哦，我怎么一个黑黑东西了？哦，哇，哦，是你！我是嘉天，我是阿俊。今天我们开什么？什么？今天我们开黑科技。黑科技就是顾名思义，一些人类想象不到的科技。可以不要废话啊、哦！黑科技。第一点必须要丢，所以这个是创意百变磁性笔，不要夹到手。Fidget pen， 前面的呆字是英文，然后后面全部华语。哦，真的是笔耶 ！What？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，它这个笔有十三节，然后都是磁铁。不一样，有狗啊，有椅子啊，有那个刷尖的、啊。Let me show you some real magic. Oh, holy shit! 我们做米奇老鼠了。不要太大力啊！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觉得这个米奇老鼠很难做，我觉得那个尖还有用一点。At least 我们完成一个像样了 ，Guys， 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把屠龙刀，手拿下面，没有没有，那没有的，回一下，你回刀先回了 ，Nope 啊 ，OK OK， 它纯粹这支笔呢，就是给你写字啊，写到很显的时候啊。你有拿磁铁可以玩一下咯，就这样子，你耽误了你的学业咯，所以这支笔有没有用？答案是没有。它的插进吗？应该是倒那种热热的水，倒热水它就有颜色哦。变的。好，准备一杯热温温的水，倒下去啊。有变颜色吗？好像没有。哦哇！哇！是哦。它变青色去啊 ！Oh my god！如果把它倒回去，我觉得要倒一杯冷水。真的没得打 T 米吗？没有，我已经很瘦了。T 米我按你说。不懂，很久没有。Many hours later。哦，变鸟，终于变鸟。Oh my god！ 它就是在你完全没有电的时候啊，就帮它充电一下，然后顺便帮自己充电。因为我们每天人哦都要喝一杯，就是喝八杯水的嘛，所以你喝八杯水的时候，你就看到，哦，我今天的 energy 高高。真的很好笑啊！它的 title 前面是 Chinese， 然后后面是 English， England 有一个管，下面那个又是磁铁，哦。什么？哇！我怎么一个黑黑东西了 ？Oh my god！ 哎呦，我们两个人都有 durian 呢，连在一起看，哇！哎，真的。总结这东西就是给你舒压啦，也算黑科技嘛？这个我觉得算黑科技哦，就是人类想不到科学可以用的东西。Erasable Smart Notebook， 它是一个笔记本来的，然后这个笔记本哦，你写，画画画画画了过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弄走，你可以 erase 它。哎，它后面就有写啊，可以永远用哎，用到你变骨头了，进棺材还是一样可以用哎，这个你可以传给你的孙用啊。在这个21世纪，环保是很好的哦，很普通一个笔记本，整个很像那个死亡笔记。notebook 这样，错哎，它的纸的那个质感不是普通纸来的，我帮你撕到没有？撕不到哎。我们来写今天吃什么 ？OK， 好的。我是问你今天要吃什么？它很干净，而且你看它擦了哦，没有了，完全很 clean 了。哦，然后它这边讲要导入一个 APP 啊。OK。然后拍了它就变这样子，按 next 哦，哇，还可以调 filter， 这样子，还有这样子，
总结呢，这个 note 哦，其实是很环保，因为你不用浪费任何一张纸啦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写了，拍张照 upload 去 Facebook 还是哪里 Google Drive 你就可以记录你的 note 了。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给你鼓励你们存钱的，铺满了。然后你就在这边放钱，在这个油的碗这边放钱，它就应该可以开嘴巴，就倒那个钱进去了。这样我们要怎样拿钱出来？开。哦，这边拿钱。哎，这个很鼓励年轻人存洗令哎，可是很可惜啊，只是洗令。两粒 double A。有没？你有没有开 on 吗？坏了。电池放到 positive negative 对吗？要放钱下去了才有是吧？哎！哦，所以他是要投钱了进去才可以。哇，努力！哦，这个好哎，这个好哎。他不是钱不吃，哦，不是。什么垃圾都吃。哦，他挑食只吃3000 ，OK。所以他就是鼓励你们年轻人多点存钱啊，所以大家如果有洗令的话，可以放进去。我个人是非常推荐这个啦，因为可以存钱嘛，然后你又可以看他这个。那存钱当然是鼓励大家买这一个黑科技啊，这个算是这个真的是黑科技。我们以往的铺满都是放了进去就没有东西。真的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你看它的纸啊，它因为我们现在砍伐树木也不是这么的环保嘛，是不是？它可以用两面的，而且它还有蛮多面的。你的笔记一年用完了，你就可以把它全部擦掉，然后再重新写过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 like share comment。还有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，哒哒。为什么我的鼻毛这么多？这是皮卡丘。它这个本身这个 notebook 呢，它自己有送一个类似眼镜布这样的，其实不出我所料啦，这东西一抹就没有。